呢，他就以前呢，这个是一箱是人住的，人家住的啊，这个庙铺的啊。那到时候呢，有一些那个不幸的亲人呢，他可以好像下到一个法院嘛啊，要拿东西去这个，人家给他去东西嘛。法院啊，法院，他呢到四个家，如果到四个家他拿不到的话，他是不能吃饭的啊。就是他到了好几个家拿不到，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到了那个老人家。老人家给他吃好吃的东西了。然后呢，不了，不去吃那个老人家。电话都不了呀，不了，不了。放生，这个地方那么放生跟生熟了啊啊。然后呢，他那个老人家跟他们的邻居们说了，这个事情这样，其他人不相信，不听话啊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把老人家放过去了以后呢，就这个地方马上就生熟了。这个是一个传统，说他有做好事，有好报。啊，是这么多嘛？啊，那这边呢？我这个他这边一共有两个。哦，啊，那你想住到哪边？那这边呢很多鱼，对。那这边很多鱼，小鱼啊，大鱼小鱼啊，这边很多鱼。哦，谢谢你。啊。啊，真的真的，不接了。嗯。哦，那叫嘴型，那叫嘴型。露营啊，一二三。龙爷，龙爷，来，来。